大家晚间好。我感谢马来西亚八大华青的邀请，给小弟这个机会，在今晚与在座的青年俊人聚一堂，共庆青春。距离上一次见面已有一年之多，希望大家别来无恙。新的一年，新的期许，新的气象，祝福在座的每一位优秀的青年，在新的一年步步高升，势如炮竹。青年心，设国家心；青年钱，设国家的钱。在鲁迅时刻，就说明了青年对国家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，也是关键的一个。在这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，你们是马来西亚未来的希望和力量，尤其八大华青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，培养了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领袖，是推动了社会和发展的重要力量，而不是每天带着愤怒和仇恨的心态，为了反对而反对。相反，大家应该要提出建设性的建议，促进全国民族的团结与合作，确保国家稳定的发展。我们要永远记得，我们国家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，我们一定要包容宽容，大家互相礼让，才能够维持我们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国家。如果我们要看历史，我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会被消灭。